早上好，现在是大概早上9点多的样子。我吃了早饭，我今天是大概七点起来的，然后吃了早饭。昨天晚上很机智的预定了今天早上的早饭，7点送到门口。今天是开心工作忙碌的一天，我们要去参加 Burberry 的活动。是我们硬糖的三人小分队，我谢宁和一凡我们先来了，然后今天就是会拍一些小视频，然后还有一些拍摄之类的东西，很期待很期待。这个是我今天的早饭，这是一杯青汁，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有食欲的样子，我就想尝试一下这个健康的一个美好的一天健康的打开方式。来干杯，感觉像来喝什么毒药。它里面是有黄瓜还有青，这是什么说不上来。它应该是有那种清热解毒啊，或者是反正是好的作用吧，我觉得。想伸伸懒腰，做一做伸展。其实以前我现在就也没什么时间健身，没什么时间拉伸什么的。但现在就因为每天早上有时候因为睡得很少，睡得很晚。可能基本就睡个两三小时三四个小时的，然后第二天很早又要起来就是妆发，就基本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听到闹钟的话，就听到的是经纪人姐姐的电话声或敲门声，说快点去起来去妆发了，就我都没有时间去说吃早饭还是什么，我更别提去做早晨的那种运动啊什么的拉伸。不要想不要想，一天也没有什么时间健身。我以前对自己练身材的这个幻想已经慢慢的没有掉了。班了，嘿，今天的发型怎么样？我像条蛇。什么？啥形容？我累了。好，待会儿等。什么生日？什么生日？我们等。待会儿等心情也完事，他们一起去打卡上班。哇哦，这要是我家该多好！欢迎来到我家，随便挑，随便选。哦，镜子里是谁？是哪个大美人？哦，是我。天哪，我要是家里面有这样子的橱柜就好了。来带你们找一件衣服，找一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件衣服看看，眼熟不？有没有回忆杀的感觉？还记得这件衣服在哪里见过它吗？曾想过离开
以这种方式存在，是因为那些伤害，那些姿态，那些……这是我总决赛的时候穿的衣服。哎嘿，感谢 Burberry 从创造营2020开始就在照顾我们。今天好开心，可以来一包烟。